鼓浪屿岛上的豫园是为纪念近代妇产科学奠基者林巧稚而设立。园内除了有介绍林巧稚生平事迹的纪念馆及象征人物风采的塑像，优美的意境也是吸引游客驻足欣赏的特色。花坛以花岗岩方砖堆砌，种植着洁净星菊、色彩缤纷的米兰、扶桑、大理、一串红等花卉，姹紫嫣红，各展娇媚。就连中国著名社会运动家邓颖超先生也在此种植了南洋杉，以追思林大夫秀逸高洁的品格。这是一处缅怀前人为世奉献的场所，也是一处美丽风景围绕的园林，无论想感怀逝者或游览风光，都十分适合呢。